今天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天然物质都是经过了35亿年的进化和筛选得以形成并保留下来的。自从有了化学工业，人类也扮演起造物的角色。仅用短短一个世纪，就创造了无数的材料新物种。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利用石油得到惊人的衍生与闪电，合成高分子材料，化纤、树脂、塑料、橡胶。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离。这是人类造物的传奇。现场指挥，现场指挥，原油船远东海伦离泊位大约5米左右，立即组织人员做好现场的待难靠泊准备工作。徐尾港区，一艘长275米、宽48米的巨型油轮，五艘拖轮协助，即将靠港。进来，进来，现在需要向前多少米？现在大概43米。现场指挥，现场指挥，首尾缆绳均已带好，远东海轮靠泊完成。水头开始接臂。停稳后，船递双方要迅速交接来自阿拉伯半岛的15万吨原油。码头那个流量助力是多少啊？1500。原油携带着地球深处的能量，在指引下，沿着14公里长的管道，秘密转移到炼化装置中。原油将在这里华丽转身。这座5年前拔地而起的钢铁丛林，负责把原油中的元素分离、重组。摩肩接踵的塔罐，首先用蒸馏的手段分离原油，依次得到沸点从低到高、密度从小到大的产物。这些产物已经具备资格作为燃料，驱动社会运转。但是在这里，它们将被进一步炼化。原油混沌初开，得到芳烃、乙烯等重要的化工材料。其中有一种被称为 PX 的炼化产物，它可以上演一滴油到一根丝的传奇。我们穿的衣服大多和它有关。经过氧化，得到 PTA。 从船上卸下的 PTA 进入料仓，和计量好的乙二醇混合均匀，通过管道泵送至反应釜，在特定温度下发生酯化反应和缩聚反应。10个小时后，得到的白色粘稠状液体经增压泵从喷丝头的细孔流出，细流在环绕的风中舒缓地冷却，最终固化成铅。缕缕细丝被缠绕固定在滚轴上，一个滚轴的细丝重量约5000克，展开大概可以绕地球8圈。这是化学工业创造的从油变丝的传奇。关于这个传奇，要想了解更多，恐怕要追溯到1928年。当时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博士发现，用二元酸和二元胺经缩聚反应而形成的聚酰胺纤维，
化学结构和性能与蚕丝相似。进一步研究后，他做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尼龙，用它制成了丝袜，上市后立即风靡全球。之后越来越多的化学纤维被发明出来，如日方升的化纤尽显锋芒。后来人们推测，化学纤维只要足够细，或许可以媲美天然真丝。由此一场细丝的比拼席卷整个化纤行业。先是日本在2000年左右宣布产出0.3弹超细纤维。0.3弹表示10000米长的丝重量是0.3克。这曾被认为是工业化纺丝技术的上限，世界上不会有人突破它。不久中国就制造出0.15弹超细纤维，超细记录降低50%。而今天中国人要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高级工程师边树昌即将挑战0.05弹，相当于把接近头发丝1/50的纤维再劈成3半。细的纤维呢相当于我们头发的1/30，超细纤维呢已经很细了，相当于我们头发的1/50。我们现在进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海藻纤维，纤维的纤度也可以达到2.7微米直径，相当于头发的1/200。就是纤维到了这个程度以后呢，就产生很多性能的变化，面料的这个柔软性、面料的舒适性以及吸水导湿这些效果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化纤成丝前的液体原料称为聚酯，边树昌要用2种聚酯生产1种纤维，取名海藻纤维。新开发的碱溶性聚酯作为海，常规聚酯作为藻。当海干涸，藻就会作为更细的纤维独立于世。但若海水太稀，藻来回游走，那么2种聚酯就会拧成一团乱麻；若海水太黏，藻就会淹没海底，覆水难收。因此，聚酯是决定海藻纤维成败的关键。什么情况？这个计量泵跳停了。目前的话，其他的都已经处理好了。这个都是正常的，对吧？这边都正常的。好的。这个车间，复杂的管道内流动着海和藻2种聚酯，计量泵、温度计、压力仪，这些精密仪器忠诚地监视着聚酯的状态。往海藻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不能太高，顶多280，碱溶呢得270。温度差异的2种聚酯，流经6层喷丝板，沿着不同的路径，最终汇合流出。这时他们已来到纺丝车间，海和藻在共生的瞬间扩散结晶，彼此间形成清晰的界面，37根细丝如岛屿般分布在海中，一束海藻纤维汇聚成一条肉眼可见的细流，细流冷却成纤，轻柔富有韧性。他们在工人的指引下丝丝入扣，绵延落轴，一切尽在边树昌的掌控之中。第一批次海藻纤维成功下线，虽然化学纤维的历史只有短短130年，可我们创造出的人造纤维甚至超过自然界的棉麻毛丝。比如上个世纪风靡全国的的确良，金拉又金拽，金洗又金晒，维纶如棉花般吸湿，强度超过棉花，
经纶，素有合成羊毛的美誉，用来制作西装，外形挺阔，不易褶皱。安纶的弹性佳，常做内衣或运动服。涤纶长丝织物，有珍珠光亮，手感顺滑，媲美天然真丝。如果把最新的海岛纤维交织成布，其性能甚至优于天然麂皮，精细防水，是上等的面料，人们常选用它擦拭精密仪器。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江南苏州吴江，这里曾因日产万匹衣被天下而闻名。时过境迁，曾经的丝绸之都已经变成世界化纤重镇。放眼全球，世界每年化纤用量超过70%来自中国。有人曾断言，如果没有化学纤维，全世界的土地都种上棉花，也难以解决全球人们的穿衣问题。化纤入衣，不仅满足了全世界人们对温暖和精致装扮的向往，从中还可以窥见流行趋势的一二。另一间实验室里，材料科学家正在试制更细的纤维。聚酯被注入针管，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聚酯液滴突破表面张力，形成喷射细流。细流在空中选择蒸发或者固化，最终同归于接收装置上。这是纤维直径小于1000纳米的超微细纤维。纳米尺度的纤细赋予这种纤维更大的使命。它无畏经纬，无需纺织，可以用其代替熔喷布制造医用口罩，也可以成为血液渗透膜的关键原材。还有另一种纤维，它的身影常出现在高端体育装备中，往往助力运动员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用其制作风机叶片，更轻更坚固，会带来更高的发电效率和更强的机组稳定性。在航空航天领域，这种纤维甚至向金属发起凌力攻势。人们常选用它代替金属，并把这种纤维的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航空航天装备水平的重要标志。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碳纤维。碳纤维凭借着细如发丝、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的优异性能，早已在工业领域站稳了脚跟。只是它还贵如黄金，制造难比芯片，世界上能够生产它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是其中之一。这里是中国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主要生产 T700 级、T800 级及以上碳纤维。 T 是指拉伸强度，是衡量碳纤维的关键指标。今天中国工程师联峰要向 T1000 发起挑战。今天召集大家，我们开一个技术讨论会，
这个是当前现在最新的一个热食中的一个曲线情况。这个平台还是相对比较长的，我是想这个尽可能升高的幅度大一些，我是希望选择30，为了平缓它的一个。充分讨论后，连峰已经胸有成竹。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的反应。行啊。巨大的储罐里，丙烯腈单体首尾相连，得到聚丙烯腈。这是碳纤维原液。压力的作用下，原液经喷丝板被挤出，形成数千个细流。它们先经过一段空气，而后进入凝固域，这种工艺被称为干喷湿纺。这是 T700级以上高性能碳纤维低成本大规模稳定生产的关键技术，全球仅3个国家掌握。每24000根纤维聚集成8厘米宽的线束，它们被大大小小300多个不同速率的滚轴拉动着，向前延展，均匀瘦身。进入氧化炉，纤维真正的蜕变拉开帷幕，聚丙烯腈分子链交联，弹性降低，强度增加，颜色也随之发生变化。此时的纤维柔软有余，而强度不足。为了提高强度，它们亟待进入碳化炉，摆脱非碳元素。温度490摄氏度，碳元素留在原地，氮氢氧元素开始挥发。温度继续升高，非碳元素逃离得更彻底，碳元素愈发显眼。温度到达2000摄氏度，纤维中的含碳量达到95%以上。每6个碳原子组成环网状结构，结构间平移、转动、紧密结合，坚固的乱层石墨结构形成。这时，原子间的结合力出奇的高，外力很难将它们拆开，纤维的硬度随之显著提高。碳纤维终于按照工程师规定的路线进化完成。24000根5微米的黑色丝线聚集在一起。从中取少量样品送去检测。拉力测试仪的结果显示，升级的碳纤维抗拉伸强度超过6400兆帕，这几乎是超高强钢的6倍，达到 T1000级。一束1米长的 T1000级碳纤维，重量仅0.5克，却可以承担500公斤的力量。取筷子粗细的一束，足足可以拉动2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未来 T1000级的碳纤维将有力支撑中国、
包括大型客机、运载火箭等国之重器的制造和众多超级工程的建设。1880年，爱迪生为了制造常亮的电灯，最早发现了碳纤维。可早期的碳纤维容易破裂、折断，导致其陷入了漫长的休眠期。百年之后，人们将碳纤维唤醒，升级配方和工艺，让碳纤维施展才华，绽放锋芒。这时，细如发丝、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的碳纤维才重归江湖，并一举斩获新材料之王的称号。这是合成纤维创造的又一个奇迹。2000公里外的车间内，工人们正在为一场汽车测试而忙碌。这里是国际最高等级的汽车测试场，9号场地的路面已经均匀覆盖好一层水膜，可见测试将在湿滑性这个维度展开。0266，我们 T9 已经清场完毕，可以随时开始测试了。今天测试的主角是轮胎，采用的原材料是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的熔聚丁苯橡胶。不巧，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测试被迫推迟。可以说，世界对橡胶的大量需求是在汽车诞生之后。今天，世界上那么多著名的橡胶生产商，都是伴随着汽车工业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橡胶大多来自一种暖湿地区生长的植物——三叶橡树。在超过800种含橡胶的植物中，它是最经济的。在天然橡胶中，5个碳原子连接8个氢原子，组合成异戊二烯单体。一个单体接一个单体，构成聚合物长链。很多根杂乱的长链像纠缠在一起的面条。不过，一旦你用力拉伸，聚合物链就会被拉直，然后沿施力方向平行排列。放开后，分子就会恢复原来蜷曲的状态。橡胶表现弹性就是这个原理。后来，橡胶的使用场景激增，天然橡胶供不应求，以致2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都不惜重兵抢占天然橡胶主产地。合成橡胶也是从那时起被寄予了厚望，于是人们开始以石油为原料制造合成橡胶。到今天，全世界每年生产超过2500万吨橡胶，近70%是合成橡胶，超过1半的合成橡胶用来做轮胎。6个小时后，天公作美，测试正式开始。环场绕行3周，湿地滚动测试，湿地绕桩，轮胎抓地力和操控性测试。时速60到100公里，湿地100公里急刹车测试。传感器记录了足量的数据，测试宣告结束。红旗，红旗，快速通过，快速通过现场。
合成橡胶材料专家王雪亲自到现场参与测试，想要第一时间拿到轮胎测试结果。轮胎行业有个魔鬼三角：滚动阻力、抗湿滑性能、耐磨性能，分别对应油耗、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在轮胎行业，这三者分明是彼此矛盾，相互制约。而王雪要做的就是通过开发高性能橡胶，让这三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平衡。测试结果出来了，这个湿抓系数为1.45，在1.40到1.55范围内呢，达到了欧盟标签法的 B 级。轮胎的滚动阻力系数是6.31，达到了欧盟标签法的 A 级，还是不错。测试结果是抗湿滑性能 A 级，滚动阻力 B 级。对王雪而言，这只是情理之中。他希望继续改进橡胶，从而让中国轮胎瞄准世界最高等级双 A 级。看这个分子链，就是活性链引入这样一个环氧集团以后嘛，是吧？有两种反应方式，是吧？一种是带保护的，就变成这种。保护在哪儿保护？它保护这个。保护啊。回到北京的实验室，王雪迅速召集团队改良配方。昨天说那个 GPC 先把它做上，这边聚合就准备啊。800克溶剂油，四个碳的丁二烯和八个碳的苯乙烯，两种石油制品在这里都是原料，被分别泵入反应釜。待温度升至50摄氏度，丁基锂适时登场。他是这里最勤奋的隐形工作者，负责指挥两种单体按照特定的组合方式聚合成弹性的长链。2个小时后，白色乳状胶花析出，这是合成橡胶的最初形态。经过分子结构测试和性能评价后，王雪判断这个配方可以送往规模化的产线了。2公里外，第四代官能化熔聚丁苯橡胶已经投产。白色的胶花跳动、脱水、再挤压，它们就会抱团成块。5天后，块状的橡胶抵达轮胎加工厂，他们即将参与一场轮胎的制造之旅。胶块、碳黑等原料再次集合出发，橡胶沾染了碳黑的色泽，褪去洁白，呈现亮黑。挤压机为它们塑形成片状。再冲凉，洗去污浊，这时的它们已经可以被称为胎面了。成型的胎体、胎侧、胎圈从别处赶来，与胎面组合。散状的机械臂对胎体压缩并充气。滚轮压住胎面，贴合并包裹住胎体，这样轮胎的半成品就做好了。它还要进行硫化处理，这一步尤为关键。橡胶是一条条的分子链嘛，分子链之间是没有作用的，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强度很低的，通过硫键，然后我们这有一条分子链，这底下有一条分子链，然后在中间一个硫磺一个硫键就把它连起来了，
这是整个的织的网的结构。硫化的橡胶既不会因加热而变黏，也不会遇冷而变硬，始终柔软而富有弹性。有了硫化的橡胶，世界上才出现了可以更好地吸收道路颠簸的充气轮胎。得益于优化的橡胶，中国已经可以批量化生产国际领先的 AB 级轮胎。而橡胶带给人类的不只有惊喜，也曾有过惊吓。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严寒中起飞，升空约72秒后突然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用一杯冰水和一只橡皮环解释了挑战者号失事的根本原因。低温下，橡胶密封圈失去弹性，导致火箭助推器高压高热气体泄漏，引发爆炸。事实上，橡胶经常被制成密封件，应用在重要的装备中。挑战者号的灾难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幸运的是，今天中国合成橡胶材料专家邵明波，也是王雪的同事，宣布已经成功研制出新型氢化丁腈橡胶。这种橡胶既能耐受-40摄氏度的极寒，也能承受150多摄氏度的炎热。合成橡胶依然在人们的努力下进化，而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越渐深入。台球出现之后的几个世纪都是用象牙制作的。到了19世纪，这项运动越发盛行，为了避免大象被过度捕杀，台球制造商开始寻找象牙的替代品。随后，一位美国人用植物中的纤维素做原料，合成出一种新材料——赛璐珞，它是塑料的鼻祖。后来，这种新材料的用途远超出台球桌的范围。染色后制成的装饰品，似天然的珊瑚和琥珀，甚至可以以假乱真。赛璐珞还很有塑性，可以用来制作儿童玩具。只是它非常易燃，所以当时的人们还在继续寻找赛璐珞的替代品。1898年，科学家无意中合成出一种今天常用的塑料聚乙烯。1907年，贝克兰用苯酚和甲醛又合成出另一种塑料酚醛树脂。这种塑料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耐高温，适用范围广，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到今天，关于塑料的发明琳琅满目，全球每年塑料的用量约为3亿吨，人均40千克。塑料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材料之一。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这个二氮杂粮酮联苯酚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事儿。材料是一些科技的基础，我们搞科研就是解决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希高，他研究的塑料是一类不惧高温并且坚如钢铁的特种工程塑料，
他们在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里塑料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于英国。当时工程师帮我叫到他。2003年，简西高带领团队合成出名为聚醚蜂酮的工程塑料，一举打破西方国家在高性能工程塑料领域的长期垄断地位。那目前来讲的话，像热塑性树脂当中，我们是耐热温度最高的，这个是我们国际首创，原始创新，处于国际领先，这个不客气讲。不过，简西高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还在继续提高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的强度和耐高温性能。反应釜内，新型单体聚合，经注塑机制成玉成型件，它被安放在电子万能试验机上，其耐热性和强度将接受检验。结果显示，新制的高性能工程塑料可以耐受强度270兆帕，温度260摄氏度，272.06兆帕，这是新的记录。未来，这种高性能工程塑料将在更多国之重器和超级工程中大显身。耐冲击、耐腐蚀等优异性能，通常被用来制作高性能缆索和防弹装备。不过，今天工程师却要用它制作一张特殊的塑料薄膜，目的是为了验证其用作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可行性。拉伸机内，10厘米见方的样品被成功拉伸至70厘米见方。厚度减薄却没有撕裂。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构成。隔膜使电池正负极分隔，既要防止正负极接触而短路，又要确保电解质离子顺利通行。其重要性堪比瓣膜之于人体的心脏。电池内部寸土寸金，隔膜越薄，留给正负极材料的空间就越多，同等体积下电池能量密度也就会越高。今天张旭杰要用最新测试的原料挑战5微米锂电池隔膜。此前最薄的记录是7微米。隔膜是锂电池四大核心材料中科技含量最高、实现国产化最晚的组件。历经多年攻关，今天中国工程师不仅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在不断挑战厚度和安全性的极限。陈亮，陈亮，收到，请讲。
关注一下目前膜面的状态。胶状熔体已经挤出，快速冷却，形成厚度为1至1.2毫米的膜片。目前膜面无胶点、无气泡，膜面正常。好的，收到，收到。接下来的拉伸工艺是隔膜制备的关键环节。被夹子固定的膜片以50米/分钟的速度通过产线，膜片在纵横两个方向被同步进行拉伸，面积扩大7倍，厚度逐渐变薄。分子链之间巨大的作用力确保了膜片不撕裂。此时，肉眼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隔膜，表面密布着纳米级的微孔。这些微孔是电池中锂离子的通道。这种施法双向同步拉伸工艺，可以让微孔接近圆形，大小更均匀，从而提升隔膜的性能和安全性，代表着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这一批次检测结果显示，隔膜的厚度仅5微米。将膜面放大2万倍，孔隙分布均匀，塑料的绝缘性将正负极电子绝缘，保证电池不发生短路，还可以在电池过热时通过闭孔功能来阻隔电流传导。5微米可以让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升5%，这正是塑料薄膜在电池内部施展的魔法，也是中国科学家在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又一次重要突破。无论是效仿自然，还是灵感显现，或是一次偶然，倒也像是冥冥之中，我们终究是竭尽才智，合成、创造，贡献了许多材料的新选择。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和它们密切相关。高分子材料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更是工业强国的